红大妮那个咁浮夸嘅表情，再配埋高八度嘅声音，就梗系对住对宝贝马内啦。诶，又系嘅，大妈 Kayla 同阿 Lin 饼人咁，眼大大，五官又劲精致，又真系几靓嘅。至于细妈 Livia 肥嘟嘟又白丝丝，一样咁可爱噶。加埋名模妈咪出手衬衫，呢日仲带出去帮妈女送名牌衫仔，件件都起码过千。不过对白衣阔太嚟讲，湿湿碎啦。2016年，阿 Lin 嫁俾家族坐拥百亿身家嘅郭可盈细佬郭可仲之后，恨三 B 恨到出晒口啦。努力咗两年，终于打孖上，生咗一对孖女 Kayla 同埋 Livia。一个凑两个，对于新手妈咪嚟讲，又真系一啲都唔易噶。所以呢日阿 Lin 凑女行街街，足足扮咗两个救兵，其中一个就系佢妈咪，专登喺南京飞嚟香港帮手凑女。据知为咗方便熊妈妈凑孙，郭可仲豪使千万喺大坑名门买入单位送俾外母住。呢日三个凑两个，就包保冇得拖啦。有人帮手凑女，阿 Lin 仲可以 keep 住个靓靓阔太 look 行街。而家岁半嘅孖女，话咁快已经识行识走，仲好活跃添，婆婆都捉唔住佢啊！睇下大妈遗传咗妈咪嘅大眼，好靓女啊！至于细妈就似爹哋，肥嘟嘟都好可爱噶。呢日两个仲由头到脚都衬到一式一样，难怪 sales 姐姐见到佢哋咁 Q， 都要送波波俾佢哋玩啊！近排天气转凉，阿 Lin 呢日专登凑孖女买新衫，见佢买嘅全部都系名牌衫仔，件件都起码过千，但最紧要系阿女着得靓嘛。拣咗好耐，阿 Lin 睇中咗呢件粉红色褛仔，先帮细妈试身先，点知？唉，阿女扭晒计，不过阿 Lin 都唔放弃。24号，阿 Lin 又氹又呵，细妈终于成功着咗件褛仔。之后轮到大妈啦，家姐果然系唔同啲啊，叮当好多，企定定俾婆婆着好件褛，阿 Lin 梗系即刻俾个 like 啦。赞完家姐，又点可以漏咗细妹呢？买完衫仔，阿 Lin 抽住三袋战利品同孖女翻归。临走嗰阵，仲教孖女同一仔 say bye bye， 认真好家教啊！好啦，唔该唔该，拜拜。